是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。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。干嘛呢？那个，把手机放下，别录了，别录了。你注意点工作态度，真的是。今天呢，我要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我要为我最喜欢的一位歌手光良老师拍一部现场的 MV， 大家惊喜不惊喜？好。为什么工作人员把台上无关紧要的人往下请一请？好吧。对，马上就要开场。等等，我是光良啊。他说他是光良。哇，那我也是光良啊。好搞笑啊，我真的是光良。你怎么证明你是光良呢？这还要证明啊？当然了，唱一首。你哭着对我说，童话都是骗人的，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。典型的模仿秀，学的还挺像。你知道吗，你这么唱童话，你毁了我的童年呢。怎么会呢？给他唱一版正版的童话听着。你哭着对我说呀，童话呀都是骗人的呀，嘿嘿骗人的呀，嘿嘿骗人的呀。也许你不会懂啊，当你说呀爱我以后啊，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。嘿嘿星星都亮了，嘿嘿星星都亮了。这叫童话。听傻了，入迷了。这个有请工作人员把台上的人往下请一请，好吧。我们要拿点道具上拍摄 MV。 对，走，哎走，哎干什么？你工作人员，你别动我呀。他就是光良。你这个人有眼无珠，一上来我就把您认出来了，您就是光良。你怎么这样？人光良老师站半天，做人一点底线都没有。我没敢认你。你是长得那么帅，比电视里还年轻是吧？对，越长越年轻。算了，他就是身材。无关紧要的人，请离场。请离场。跟你说，我们俩真是为你拍 MV 来的。真的吗？当然了，2024年光良老师要在全国开演唱会啊，我们今天这个 MV 就是要在演唱会上播放的呀。真的？当然了，你们还花钱帮我拍 MV？ 当然不是我花钱了，嗯，是我们真农金庄高钙牛奶赞助啊。真农金庄高钙牛奶1.6倍钙，好喝不贵，送礼实惠。好，把咱这口号来一遍：龙年送真农，过年骑大龙。过年越长你越萌。你再说人家撤资了，知道吗？两句话让你说的稀碎。是说什么？人家原版是：龙年送真农，味美年更浓，真农更浓。嘿，行了，这回投资回来了，歇着点是吧？哎，我还跟您说呀，今天为了拍摄 MV 啊，特地为您请来了一位女主角。哎，还有女主角？有请女主角登场。为所有爱执着的痛，为所有恨执着的伤，我已分不清爱与恨是否就这样。李彩华。老师你好。你好。真的没想到今天在这里可以跟你见面呢。不如这样吧，待会儿我们去吃个饭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太好了。太好了。好了，还有正事儿呢，咱今天得拍 MV 呀。对，我跟您商量商量啊，今天我想拍您那个经典的歌曲叫《约定》，怎么样？对。这首歌我最喜欢的。是吗？唱给你们听吧。来听着了啊。
还记得我们的爱情，一辈子要幸福的爱情。嘿，嘿，幸福的爱情，嘿，嘿，幸福的爱情。停停停停停！你们唱的真省调啊！汪磊老师，我唱的怎么样？你唱的很好。太好了！哎，他不赖他，他赖咱俩，你看。行了行了，大伙儿既然都达成共识了，那我分一分我们这个 MV 的这个角色哈。嗯，一会儿您呢负责在前面唱歌，您扮演这个 MV 当中的女一号。好好好，我呢就勉为其难一下，我来个男一，好吧？一会儿咱们俩人呢扮演情侣，哎，咱们俩走着走着呢，不是我跟你商量商量，我干嘛去啊？这 MV 我跟着忙活半天，你们都有角色了，一唱，你男一，他女一，怎么着也给我对付个女二吧，要不女一样给你吧。哎，我不同意。你看，你看，他又不同意。整个剧组就是我一个人在忙着这七七八八的事情，现在又不同意，搞什么东西也没法搞，我真的是。你一会儿一会儿差不多就得了，好吧？那咱们准备就开始拍摄 MV， 好不好？可以可以。我们现场的各工种准备，光良约定 ，MV 现在开始。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，一辈子啊，幸福的约定。错了啦，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嗯，你跟他说放原版。哦哦，这放这能行吗？啊，行行行，这叫约定吗？啊，行行行，约定上梁山的是怎么着？行行行，音响老师注意啊，三二一，开始。说好的三年不见面，用我们的爱把时间留住，你笑着说这是我们的考验，我们的约定就这样三年又过了，我还是回到这个地方，等你的出现。哇，这种气氛真的好温馨的。啊，祝这个宝宝笑一下，耶！你别搅和行吗？不是，我倒霉倒霉你身上了。啊，二位老师，啊、咱干什么呢？这 MV 什么内容啊？一家三口出来逛街来了是吗？我怎么改孩子了？咱能不能认真一点？好，对对，好不好？是我的错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各公公注意啊！这是再来最后一遍，不能多来了啊！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就这样，三年又过了，我还是回到这个地方，闭上眼。等你的出现，空气中吻你的脸，还记得我们的约定，一辈子幸福的约定，连那风都笑我了，我想他会告诉你的，我更爱你了。辛苦了，这都你们干的吧？啊，他，这不是这都你们干的吧？来，剧情，有请二位把舞台打扫一下。把来，小金，咱们有请我们重要的两位嘉宾，有请光良和李彩桦。